特别的成长岁月，在此有许多的老师都看着你们从一年级的天真活泼到三年级的懂事可爱，一直到六年级的成熟青涩。在这边我们要一起回顾你们在明道普林斯顿的成长影片，看看六年来你们有什么样的变化。 很刺激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专属于我们的动人回忆。Thank you.
是为
着你们刚刚入学时候的小脸，真的没有想到时间怎么会过得这么快，居然我们现在就到了离别的这个时刻。爸爸妈妈给我们毕业生一个安慰的掌声好不好？他们真的很舍不得离开明道湖，对不对？每一张照片，每一段都是非常珍贵而且动人的回忆。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影片，有没有觉得点点滴滴的回忆都涌上心头？我们的老师也是，大家都知道，在明道普林斯顿有一群最爱孩子们的老师，在离别时刻，他们还有许多的祝福，还有叮咛要送给我们的孩子。各位同学，虽然泪水可能已经模糊你的视线，但是我相信你听得到我的声音，请你用充满爱与感谢的掌声欢迎我们老师上台。